今日股市由老凤祥特别呈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祥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市场我们看到整体还是延续了调整的态势啊。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这个市场呢现在肯定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阶段啊，只是要看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呢空间有多少啊。昨天和大家互动的就是3300点到底会不会有支撑啊，有超过50%的人选择了3300点有支撑，但实际上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盘中市其实是直接击穿了3300点的整数关口。那么为什么？其实也非常简单啊，我们也说过，其实整个这一波反弹的主赛道就是新能源。当新能源开始走弱，然后内部也没有办法在有效的在各个细分板块当中轮动接力啊，市场自然也找不到什么新的方向。昨天我们也尝试啊去分析一下，看看市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向啊。但是如果你看今天的盘面的话啊，当新能源走弱，其实市场就是弱势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首先上证指数这边呢，收盘点位已经是在3281点了啊，最终的跌幅呢是接近1%，成交量方面是4109亿啊，基本上这几个交易日的成交量是4000亿出头的量啊。今天呢三市的成交额也是跌破了万亿。那么我们说上方呢是年线，然后是半年线，下方是60天线啊，今天呢已经是失守了半年线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这边，今天跌了2.34%啊。由于新能源的这个权重相对来说在创业板里面占比更高，自然呢，当新能源调整的时候，创业板的跌幅也会更大一些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证50，今天是下跌了0.69%啊。创业板50是2.27%的跌幅。科创50啊，科创50呢，一方面是医药医疗啊，另外一方面有小部分的新能源啊，更大的权重来自于半导体啊。今天半导体又是一个重挫，所以这个指数的跌幅接近3%。中证5001.23%的跌幅，中证10001.65%的跌幅啊，最后还有国证20001.67%的跌幅。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指数连续跌了3日啊。而且也跌破了3300点的整数关口，那么还有多少风险需要释放呢？ A 啊，已经差不多了，有望止跌了，量能萎缩，抛压减轻啊，短期呢也可以适当的回补一下主线的品种。 B 跌势位置，主线空头形态显现，仍然要继续谨慎对待。欢迎大家到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啊，参与投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失守了3300点，接下来到底还有多少风险需要释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李琦琦和张韵蕾啊，欢迎二位。好，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啊。指数层面呢，全线是绿盘报收。来看一下成交额啊，这个成交额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是下跌的，但是成交量是萎缩的啊，今天是缩到了万亿以内。我们一直说这波行情成交额很关键啊，下跌缩量当然大家可以理解为好事，但是如果说下跌之后止跌企稳还缩量啊，那就不是一个特别更加去值得期待的行情啊。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啊今天比较少了，只有45家，而且跌停家数呢还有15家。来看一下ST 方面是涨停家数10家，跌停家数3家。赚钱效应啊，昨天是30%多，今天是进一步下降22%。好，我们来听一听二位嘉宾对于接下来市场的研判吧。李琦琦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也调整了一段时间啊，包括指数也是3连阴，那么还有多少风险需要释放，你怎么判断？好的，其实指数从进入7月份以来，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7月5号见了高点之后，其实就一路的开始回调了。那么到今天为止，应该说这个回调，我认为是已经累积了比较充分的一个下调。然后我认为，其实这边的反弹也会随之展开。为什么会有这波回调呢？其实我们认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流动性预期的一个偏摆。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了，就是央行公布的一个6月份的一个社融数据和信贷数据，应该说是从量来说，就是还是从结构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两个点，一个是居民的住房贷款，其实我们发现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然后环比大概增长了接近6000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也是增长了大概7000亿左右。应该说这两个数据都是相比上个月，就是5月，有个明显的改善。我们之前一直预期就是宽信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应该说就是经济回稳的一个先兆，应该是有一个佐证。那么六月份的数据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是跌呢？应该我认为就是其实进入7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央行在 MLF 上连续的做出了就是净回笼的姿态，然后大概回笼了4000亿左右。那么这被市场解读为就是在六月份一个最为宽松的一个月份之后，进入7月份，可能流动性上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稍微的一个回收。那么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就是2020年，我们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就是2020年在3月份的疫情最为严重之后，其实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大幅度的放松，大概宽松也有1个季度的左右。然后进入大概3季度末期之后，其实央行也表态，当时说是不急转弯的一个表态。那么这边我们没有看到说有类似的表态，但是市场呢却已经开始做了防御。那我认为其实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冷静的状态，就是这边我认为是没有必要过多的恐慌，因为市场其实已经在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利空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反应。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在这边去预判说这边未来是继续宽松还是紧缩，我们只要做出正确的应对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应对比预测更重要。那么你如何去应对目前看了起来确实回收了4000亿的 MLF， 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就是大家要想一想，就是4月27号以来，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流动性预期的一个拐点。那么大家看到就是4月27号以来，就是市场选择的方向是以新能源为首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当流动性来的时候，最突击的板块，就是走的最持续最主逻辑的板块是新能源。那么如果这边我们做假设，就是流动性适当的没有之前那么宽松的话，那么最先摔下去的是什么板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是你是什么样的投资者，如果你是做趋势投资的，其实本质上你是做贝塔投资的，就是当风偏起来的时候，你是跟着成交量跟着趋势走的。如果你是这样的投资者的话，那么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好赚钱的2个月已经过去了，这边你应该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如果你是看景气度的，看阿尔法的，那么这边我认为就是你还是要更关注的是你所持有的行业，你所持有的公司本身的一个景气度怎么样，它的生意是不是在变得更好。如果它的阿尔法足够强，我认为这边贝塔的略微的回摆我认为是可以无视的，大家应该这边安心持股，忽略噪音吧。好，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对于这个市场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啊。是，我怎么去理解这个不必过度的恐慌？你是指下跌空间有限，还是指就是对于流动性预期的这种摇摆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就是非常有限，就指数调整也到位了，就是、今天也反应完了。对，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大家没有必要说我这边完全的去做一个空仓应对，而是说、大幅度的减仓。对，而是说我们还是有方法去利用仓位的调整，利用结构的调整来就是正确的应对目前的贝塔的小幅的偏摆。那就是通过调结构的方式而不是用撤退的方式，是吧？好，再来听听张韵蕾，你觉得市场还有多少风险需要释放？我觉得这种风险更多是来自于市场本身一个就是2863起来的，我们说获利盘在这里是需要消化的特别我们看到这波以赛道新能源为主的几乎是从2863起来没有像样的回调过所以他们势必会要有一个节点那么近期可能会有一些谣言当然我们说根本性的主要是里边的获利盘实在太多。另外一个，之前我们说到了之前的很多的股票，不管业绩好业绩差，能够放手一搏大肆做多，关键是处于一个业绩的真空期但是我们之前说过了，7月份8月份应该说是很多东西是需要证伪的，特别是中报业绩。那么之前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里边有很多的业绩差的，比如说航空，比如说消费，比如说像旅游酒店这类型的。那么这类型它背后逻辑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是困境反转，但我们说再怎样的困境反转，最后要有一张成绩单。那么这张成绩单，我们说10有8九这些品种，因为今年上半年种种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成绩肯定是不会太出色的所以这些品种势必会在经过了前期大幅上涨之后，是需要一定的获利回吐的消化的那么
另外本周五的话，我们都知道公布上半年的经济的数据啊，所以在整个很多市场掺杂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我们试想应该说里边的资金它会先谨慎一点，先退守啊，退守观望一下，看整个市场情况。另外从整个很多的我们说业绩相对来说比较确定增长比较好的品种里边，但是对不起，里边的很多品种比如说新能源赛道里边积累了大量的涨幅，它是不是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年的这样一个收益增速啊？那么所以这一点的话有可能也会有部分的资金选择我先推出来的观望。第三点，我觉得大家注意一点，因为最近有很多基金机构公布了二季度的持仓，那么这一份的持仓是截止到六月底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认为看到的机构的底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底牌已经亮相给你看。所以我觉得呢，经过这幅的宽幅的震荡，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机构在这里会选择调仓换股啊。所以最近的市场最火热的东西是不是它机构要调出来，最近比较冷门的东西是不是整个机构要调进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的话，特别是第三点，我觉得是值得大投资者深思的啊。另外从整个市场的调整的空间来说的话，我觉得会调整啊，因为我们从如果从整个学士通道图来看的话，短期通道线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朝下拐头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所以调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但从空间上来说，我觉得不会像出现像三四月今年三四月份这种连续性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那么从空间下方空间来看的话，我觉得从整个通道图的中轨的位置目前在3255啊，当然如果说随着整个震荡幅度的加大，整个通道线的一个中轨线它会逐步的下移，那么差不多也就在3250附近。另外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了，从2863起来的，应该说我之前我曾经说过，在这里可能在3200点到3300点会形成一个箱体，这个箱体是跟之前四月份遥相呼应的，类似于像一个头肩底的这样一个形态。但是随后由于市场情绪的原因，所以在3300点一通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又什么又涨了100点，到了3400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这波的话呢，是之前针对2863的上涨过度之后的正常的一个回归的一个下方的支撑，应该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台位附近啊，那么差不多在3200点到3300点，能跟之前我跟大家说到中轨线的位置3250，其实就是在同一个节点里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呢，短期调整也就是差不多在几十点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不需太过于恐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通过这幅调整的话，整个热钱的主线在下半年会切换的，那结构性的这样一个切换，有可能你拿手里拿的很多的品种，有可能不一定这波的调整幅度会来得小啊。一会儿我们说到的，我觉得建议大家的话，这波的新能源要密切的当心一点，包括例如刚才我们说过的，有一些相对来说缺乏基本面支撑的啊，那么随着整个中报业绩公布出来之后，它有可能会逐步打回原形啊。所以最近指数，我觉得特别上证指数，我觉得调整幅度不会太大，但是个股我觉得可能会释放一定的风险。都说到了结构哈，那我们就着这话题来讨论一下吧，就是这个结构该怎么调。其实整个这一波2863以来的主线就是新能源啊。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次，就大家一直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涨不动了，然后进行风格切换是不可能的，永远都是在就是一个主线结束了之后，然后大家开始震荡，然后甚至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之后，才会切出一个新的方向来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从去年到现在吧，好像每一次切出来的方向都是新能源啊，它没有变过。所以如果说2863以来的反弹结束了，那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方向出来。如果说它只是浅调到3250，那就意味着其实之前资金扎堆的很多新能源的品种它不能持续大跌，因为钱都在那个地方。你跌了，比如说跌了20个点，跌到30天线或者60天线，止跌企稳了，有资金回补了，那这个市场才能够企稳。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今天成交量已经跌破了万亿了啊，所以我想听听你们怎么一个结构，李琦其实怎么看待你这个结构的调整。好的，我们还是讲最强结构的新能源。如果这波行情回调幅度是大级别的话，那必定意味着新能源在这边是撑不住的，是有一个深度回调的，就是结束了，对是吗？但我其实并不这样认为。首先就是我们要回忆，就是在4月27号以前，就是为什么新能源跌幅这么的大，其实这跟当时的流动性环境，这是我们一直老生常谈了，就是流动性环境不支持，其实整个 A 股市场都是一个下跌的态势。那么第二呢，其实本质上是新能源在去年就是2021年的年报
以及今年的一季报，当时报出来的业绩呢，其实都是增速不达预期的。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这边就是回头看的话，其实当时发现就是它的阿尔法至少在那个季报上的点上，我们发现是一个业绩的低点。其实我们其实如果现在回头看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它的财务剖析的话，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包括像宁德时代，包括像光伏，包括像逆变器，当时他们的存货量是非常的大的。他们其实在去年就是用很多的现金流去做了今年就是一个就是业绩释放的一个储备，买了非常多的存货，比如像 IGBT， 比如像电池芯、电芯，所以我发现就是其实他们在季报的低点之后，然后环比的增速，比如我们马上要看到二季报了，我们会发现其实今年的业绩的环比增速，季报的环比增速会非常的迅猛。我们认为就是今年新能源的季报在二季报、三季报和四季报都会有一个环比的明显的增速，也就是说在经历了一季报的低点之后，这跟4月27号以前的本质上的不同，那是因为在业绩的一个低点叠加贝塔的一个下杀的一个低点打出来的低点之后，我们认为在接下来就比如这一轮的回调，我们没有发现就是业绩上有问题，业绩还在继续的释放，然后贝塔如果在这边有小幅的摆动的话，我们认为跟之前的格局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讲一下估值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发现新能源很多的股票都已经回到了去年的应该说是一个平台的位置，高位的平台位置。那么你去想一想，今年的业绩增长在去年的基础上普遍有50到100的增速，无论是车还是光伏还是风电，如果是业绩增速在去年的基础上依然是大幅度增长的话，那么其实回到去年的一个平台位相对来讲估值反而是下降了。所以目前来看，就是我以光伏为例啊，就是一体化的组件公司目前看来就是明年的动态市盈率只有25倍，然后主串式逆变器目前只有30倍出头一点，其实应该说是估值并不高。不能说这边因为涨幅大我们就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事实上他们的生意也非常的好，然后业绩增速也非常的迅猛，然后在目前全球能源价格高企的一个背景下，我认为他们的业绩受干扰的因素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的低。那张玉雷来说一说你说的这个结构，就是你刚刚也提到新能源是要当心一点的哈，就如果真的是要切换一个新的东西，那肯定是得前面的那个要持续调整，而且可能空间会很大，对吧？你钱才会出来嘛，你觉得这个风险有多少呢？我觉得新能源调整未必像会像那个今年二季度一样啊，就是说这样一个连续性的这样一个下杀啊，那么更多的可能会在高位呈现出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结构，就伴随着整个一个重心是逐步的一个下移。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今天带了张图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因为关键一点就是说新能源里边的我们说这个赛道里边太过于拥挤，当然这也是过去两年当中普遍的一个现象啊。那有个问题就是说在今年的二季度这波的一个下杀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相信很多的赛道股里边的资金它没有及时的能够退得出来，也就是说拥挤的赛道并没有因为整个一个下跌而出现一个松动。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伴随着这波从2863起来的过程当中，有就是说很多你去看一下最近涨得最好的新能源的那些主题类的基金，它其实很多都是从之前那个高位一路的下来，然后它没有及时退出来以后，然后再伴随着 V 字形的一路的上去，所以它这个一下和一上的话什么赛道依旧是拥挤的。那么现在又回到那个坑口的那个位置的话，那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是给了什么一个筹码能够疏通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样这个赛道疏通的一个机会的。那么是不是那些我们相信那些之前在赛道里边扎堆的机构依旧会在新能源里边，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疑问的啊。另外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说到一个业绩的问题，我举一家公司，就是在今年年初有一家公司阳光电源，大家不要忘记公布了去年的年报之后业绩不达预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那么我们同样与光伏里边的组件为例的话，大家不要忘记它的一个上游硅料硅片今年的像通威股份这类型的硅料是大幅的上涨的，那么这类性的原料的原材料的大幅的上涨是不是会有传导型下游它传导到它的中下游，所以这里边的话从光伏的产业链我们不能说全部不好，但是我相信我之前一直跟他说新能源里边你要看唯有看的只有上游啊，包括新能源汽车里边你看的就是矿类的啊，但矿类的像天齐之类的涨幅也比较大，
那么是不是到时候影响了中下游，反过来再反影响到整个上游，这也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我觉得关键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涨幅过大之后，它伴随着很多的一个风险，原先被埋没的都会一点点的浮出水面，这个时候稍微有点星星之火的话，有可能会在整个行业板块里边逐步逐步的点燃。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中报的业绩政委，不光是对一些我们都知道的业绩不好的，像叫酒店啊、餐饮旅游之类的，我觉得同样也是在新能源里边，今年的整个一个中下游，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传出过有一些市场的那个谣言，说组件厂的话好像有些要停工啊之类的啊，那么到时候这份的中报，我觉得可能大家一定要引起一定的警惕。当然我不是说新能源就一下子就一蹶不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伴随着每一次反抽之后的伴随有诱多性的一个色彩，这个诱多性的色彩一定要当心，它不是原先那波主升的行情，而只是一个复合型的头部而已。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就大家对于新能源的争论其实一直都是就是没有停止过哈。但是我的一种感觉就是，看好新能源的人其实他们一直是在用他们所认为的基本面去支撑他们去看好新能源，但是不看好新能源的人呢，其实大多数都是从交易层面，比如说赛道拥挤啊，比如说就是这个是不是基金，就比如刚才张一磊提到的，就当你回到了这个坑口的位置是吧，你这坑填完了，是不是要进行一种品种的调整的一种再平衡啊，都是从交易这个层面去对于新能源可能偏谨慎的一种态度啊。所以稍后回来我们会再来详细讨论一下操作吧，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啊，但是至于怎么操作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啊。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创业板吧，创业板看看二位怎么去判断啊，因为今天创业板还有科创五零的跌幅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啊。我记得其实一直说科创五零是整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创过新高的指数啊，今天又跌了这么多，李琦琦怎么判断呢？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受流动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流动性宽松的话，创业板其实科创板它一马当先。那么现在流动性如果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市场已经对流动性是不是见顶产生了一种博弈了，有人在做这样的交易了，那么创业板和科创板其实进入一个震荡弱势的可能性其实非常的大。像我们在今天看到，就是高位的科创板、创业板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伴随着低位的一些像稳增长，其实又回到了有一点像三月份的格局，其实就跷跷板的两头。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低位今天比如你去打一下就是两市的成交量的一个排行榜，其实排名前20的股票当中就是成交量居前的大部分是高位的股票是绿的，然后低位的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像家电当中的格力电器它也在成交榜的前十位，且也是个低位然后放量。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高低切换，好像有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大家其实我前面讲到的，如果在这边你是做贝塔敏感型的一个趋势投资的人，那么这边其实大家要正确的应对，我们不要去博弈，我们看着市场的盘面的信号我们去做交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跟着成交量的方向，资金在打低位的一些股票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适当的增配一下。那么科创板这边我认为已经走弱的话，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搏反弹。张玉磊怎么判断，觉得双创短期能够止跌企稳吗？我觉得比较难啊。我觉得刚才我们说上证指数在这里空间不大啊，但就双创本身来说的话，因为集中的大量赛道股啊，特别新能源啊，因为之前我们说对于创业板这一块的影响比较大的，我们都是看宁德时代啊。那么如果说整体新能源走弱的话，那无疑对整个创业板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那同时对于科创板来说，因为集中了大量的芯片半导体，那么随着赛道的一点点走弱，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芯片在这一波的话是走的最赛道股里面是走的最弱的啊，但是不是说整个一个风格一切换的话，好像原先这个风格里边最弱的它就能够什么逐步逐步替代原先比较最强的那个，就是说当整个市场的风格一段转化以后的话，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风格里边的品种基本上最强的弱的话，那么相对来说它之前走的最差的那个它也同步是更弱的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从另外一点就是说，整个芯片半导体我觉得相比较来说它多多少少是有点跟着汽车板块在走的，还有一部分是跟着汽车板块在走的。那么同样我们说到汽车板块这部分，当然是由于复工复产的一些原因，但是不要忘记很多股票也是创了很多历史的新高的
啊，所以我就关键一点就是一涨这个市场里边很多的背后的基本面逻辑，我们说半年之前存在，一个季度之前已经存在，一年之前它同样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关键一点就是吧，资金的博弈它风格有可能发生巨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之前原地 趴在那里跟涨了50%以及翻倍，本身资金有可能它背后的操作的策略会发生巨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芯片、半导体乃至整个新能源赛道的板块以及整个双创都要谨慎啊。这个谨慎的话是伴随一种风格的转换，逐步逐步的。你认为的风格是怎么转换？从成长切到价值吗？是什么样的风格的转换？我觉得是成长切换到价值啊，成长切换到价值。好，稍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啊，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参与今天的投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吴周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吴周你好。好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家加油时刻。今天指数全线调整，个股表现也是涨少跌多。结构性的行情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呢？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 PPT。上证指数经过了2个月的反弹以后，目前正处于区间震荡收整，消化前期2月份反弹平台的套牢盘和前期5、6月份上涨以来的短线获利盘。那最近连续3个交易日的调整，目前已经来到了区间修整平台低位，下方有3月份反弹平台的支撑。如果外围市场没有突发重大利空的话，那么接下来继续下跌的空间就已经是十分的有限了。那接下来哪些方向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再来看一下下面这 PPT。在昨天晚上节目中，我重点提醒了家电板块的投资机会。我们看到家电板块从今年的1月份调整至今，最大跌幅超过了30%。而这个板块在昨天回踩20均线之后，我们特别提醒这个板块后市是有机会走出一波2次上攻的行情。而今天这个板块在盘中一度是逆势大涨超过2%，表现的可谓是非常的不错。虽然随后受到大盘整体调整影响，出现了冲高回落，尾盘依然是逆势飘红，后市是有机会走出2次上攻的一个走势。而且此外，我们看到机构资金在4天里面出现了连续净买入，4天里面累计净买入超过11亿。那对于这样的方向，也是我们本周后半段应该重点跟踪的方向。那具体大资金今天又逆势加仓了家电板块中哪些个股呢？今天我们为您整理了份名单，详细的梳理了家电板块中大资金在逆势加仓并且形态走强的品种。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家 APP 软件来免费的领取。再来看一下家电板块的一个案例品种，那这个品种的话是从2020年12月份调整至今，最大跌幅超过了63%。那说明前期的调整，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非常的充分了。那今天不仅是放量站稳了120均线，同时也迎来了筹码峰的突破，那说明后市是有机会走出一波主升浪的行情。而且机构资金在3天里面出现连续净买入，累计超过13亿。那对于这样的方向，也是我们应该重点要关注的一些品种。那再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和大家分享的家电板块另外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的话，前期也是经过了连续调整，那在昨天放量突破250日线，今天受到大盘调整影响，也是在5日均线上方出现了窄幅震荡。此外，机构资金今天也是在逆势买入，3天里面净买入超过1亿。如果您想领取家电板块中更多值得关注的品种，那么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家 APP 软件来免费的领取。那最后再来看一下风电设备板块，这个板块的话，从去年11月份调整至今，最大跌幅也超过了55%。在4月底开始，这个板块指数探底回升，在6月份放量突破了250日年线的一个压制。那近期在年线位置上方出现了震荡式调整。那今天不仅是突破了中继箱体平台，同时也迎来了筹码峰的突破，那说明后市也是有机会走出2次上攻的行情。而且机构资金今天也是净买入约6亿，那对于这样的方向，后市也是可以保持继续跟踪关注的。好了，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就由您先分享到这里。有喜事，就有老凤祥。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多空电波，是一款辨别买卖、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当底部出现红色时，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多头出现积极信号，可以开始关注。股价上涨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这是空头预警信号，要懂得规避风险。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就能到手使用了，3000多只股票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配合多空电波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案例分析，跟盘操作，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现在扫码领取，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都能轻松上手使用，看准机会轻松交易，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王哥，你快帮我看看，为什么我换了股票还在亏呢？你呀，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是啊，投资股票啊，最忌讳乱投和道听途说了。 K 线形态这么纷繁复杂，但是啊，如果有一套简单易懂、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当然了，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来领取这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强大的实战指标给你多维度提供短、中、长周期投资决策，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选股、择时、买卖，信号清晰，一目了然。这也太全面了吧，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啊，简单易上手，只需3步操作，既便捷又轻松。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立即领取这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好，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让炒股更轻松，让投资遇见美好。掐指一算，今日要抛底，还火焰今日一开盘，不我要动啊！能力撑股神，还是要靠学习和坚持。撑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啊！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操作啊。刚才我也看到互动平台上有观众问到了煤炭啊，也问到了猪肉啊。稍后呢，来听一听二位嘉宾的分析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在热点方面呢，首先今天新能源这个整个大的赛道还是在继续调整啊。锂电这个方向呢，今天这个板块是跌了1.79%。当然，像昨天跌的这种锂矿类的，天齐啊、盛鑫啊，包括永兴啊等等啊，这些还在继续下跌。那么半导体呢，其实昨天晚上北方华创的业绩还不错啊，但是今天直接是高开低走，然后把很多的半导体的设备类的公司啊都带下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医药板块啊，今天也是跌幅居前，有3%的跌幅啊。新能源车2.01%的跌幅，光伏啊相对来说跌的少一点，0.73%的跌幅，半导体最弱啊，3.68%的跌幅。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对强势的，就是基建类的品种，像水利建设、建筑、新型城镇化，还有交通设施啊，今天也是盘面上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那么盘中异动过的呢，首先就是在新能源当中，今天就是风电啊已经在顶着了，然后还有就是龙头的阳光电源啊在撑着。那么券商今盘中也异动过，国元证券是打到过涨停板的，但是最终也没封住。光伏啊微幅下跌，阳光电源今天有3.34%的涨幅啊。好，我们来听一听二位怎么看啊。刚才张玉磊也说到了，是一个风格的切换啊，这个切换是看价值。然后李琦琦呢是继续看好新能源啊，就你们自己擅长的这个领域给大家来说说操作。李琦琦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新能源吧。锂电调整了，然后其实光伏也调整，对吧？都调整，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回补仓位了，就是好的机会了吗？嗯，这波如果新能源先下个简单的结论，如果这波新能源是产生一波大概15%的回调的话，那我一定认为这波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加仓机会。然后这波我看了一下，就是很多股票是创了历史新高的，然后那么创历史新高，它均线一定是在脚下了，那么这波如果的回调的话能够达到20天线，那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这是结论。
那么从基本面上，我们还是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就是风电、光伏，然后新能源车三个角度给大家跟进一下目前的一个景气度的情况。那么首先呢，就是光伏。首先光伏呢，大家知道就是最近硅料的价格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那么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还说就是仅次于去年的十一月的高点，那么其实最近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局势下面呢，其实中下游的企业跟上游的像通威他们签的一些单子啊，也反映出了一个景气度。其实签了什么单呢，就是锁量不锁价，也就是我把你的供应量比如100个吉瓦我给你签好之后，然后价格不锁，价格是随行就市的，一个月一条，如果你要涨价的话我也接受。那签这种单子，那你想一下，其实下游的需求是非常旺的，它旺到就是可以涨价。那么我们第二就是光伏，首先它是国内是40%的量，然后国外是60%的量，这么一个格局。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能源价格高企的一个背景下面呢，其实欧洲现在包括美国市场他们的电价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极值，而且他们的电价是随行就市的，电价是成本上去了之后电价就瞬间上调，所以他们对目前组件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单瓦数的单硅片的发电瓦数的成本其实是忽略不计的，因为跟他们目前那边的电价相比的话，依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让，就是他们认为是便宜的。第三点呢，就是我讲一下就是龙头制造业的一个优势，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光伏电站其实本质上是融资租赁，它本身运营方其实都是为银行做贷款的，其实最终的产权方是银行，那么银行其实它有个白名单，它这个融资的钱出去之后，他们对设备的稳定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白名单上的公司它的质量比较好，然后维修保养可能就比较及时，所以我认为制造业龙头在中国，并且中国的龙头它具有强大的护城河，整个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是通的。然后你说说细分吧，比如说风电、光伏、新能源车，你细分的领域看好的是什么？好的，就是首先光伏上我们讲了，就是它的基本面是非常畅通的，目前上游涨价成这样，下游依然需求是旺盛的。然后到了八月之后，我们看到就是有硅料厂检修结束，然后重新开始投产，然后新的产能也上来，大概会上20%。那么随着上游硅料价格如果开始进行下降的话，那么下半年就是国产的一个风光大基地可能需求量也会上来，所以光伏这边我认为如果逢回调，并且特别是下游的组件厂商目前处在一个并没有大幅拉升的一个估值偏合理的一个位置，那我认为如果这边再回调的话，我认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然后风电这一块呢，其实大家看到今天盘面是非常强的，风电其实随着就是单机的风机的这个瓦数迅速的上涨，目前像明阳已经做到16兆瓦的单机容量，它其实同样的材料可以发出更多的电，所以它本身在去年就是金属价格大幅度上涨的背景下面，它也能做到单瓦数的成本不停地在下降，更何况现在大宗商品已经进入一个长期的一个下降通道了，所以我们认为就是风和光在三季度业绩会有一个继续增长的态势。然后车这方面我们说一下宁德，宁德在目前三季度的预计发货量是110个吉瓦，其实它的产能上调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边宁德本身上涨也是比较克制的，那我认为作为一个可能普通人不太会去买宁德，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标杆来看，我认为这边它下降的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的。好，谢谢李希奇的分享啊，就是他是比较擅长在新能源这个领域当中去做深度挖掘的啊。我们再来听听张云磊刚刚说到了一些价值的方向。其实今天有一些价值类的品种有异动，比如说基建类的啊，或者说水利建设的这种的，你给大家说一说你看好的方向是什么？首先的话，我觉得大的框架一个基建啊，因为基建是到了该发力的时候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上半年众所周知的一些因素啊。那么全年我们定的目标 GDP 目标是 5.5， 一季度就完成 4.8， 二季度我们说更不用说了啊，所以本周五出整个上半年的整个经济数据，应该说我们先估算如果是4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要全年要达到 5.5 的目标，那么我们说下半年的话至少要达到 7.5 以上。那么集中的发力点基建我们都知道到第四季度的话，寒冬腊月基本上都已经先停工了，所以唯一能够发力的就是在第三季度啊，所以为什么今天基建
同时发力，就是因为在这一次六月份的整个社融数据超预期当中呢，我们看到专项债的这一块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发行放那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迹象，而且已经达到了全已经用完了全年的一个额度啊，所以应该说整个一个政府这块非常的明确，就是一定要在第三季度里边全面的拿下，把经济增长引擎全面的开动起来，所以基建应该说是它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同时的话，对于上拉动的作用，我们像钢铁啊等一系列的品种，我觉得大家注意一下，钢铁之前在停产检修，因为钢铁行业之前是全行业的亏损的，所以这次停产检修之后的话呢，最主要还是消化库存。那么接下去我相信在钢铁行业里边，大的概率随着需求的拉升起来的话，会有一个涨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大家不妨关注基建延伸的这条线路。那么第二块的话，我觉得还是我自身一直强调的，就是煤炭啊，煤炭是目前全球能源危机之下的必不会或缺少的一个品种。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是煤炭的价格，那如果没有直观的认识的话，看看这是个国际市场价格图，就是整个澳洲这块纽卡斯尔港口煤炭价格这块的话，今年的价格是涨了3倍多。大家注意一下，大家不要去看我们的期货的焦煤焦炭和动力煤的价格啊，那不是真正市场，每天成交量很少，看一下国际市场的一个价格涨了3倍多。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迎峰度夏这块，也就是说接下去每天40度对于电力拉动每天的这样一个煤炭的一个需求量会，特别是高卡煤，对 电厂来说会大量的囤积库存，增加库存，那么需求马上就带动起来。那么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整个一个动力煤以及发电量，之前最近大家为什么有机构担心，因为是看了六月份的发电量，我们会发现水电的发电量增长了20%，长江电力增长了发电量增长50%，所以最近大家看长江电力走得特别强。那么火电这一块是增发电量是下降的，所以大家担心是不是水电会取代火电，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六月份是潮汛期，就整个一个梅雨季这一块，梅雨季对于整个一个水量是特别丰富的，所以完全可以利用水电这一块啊。那么所以当时的整个一个火电企业的话，大量是库存的是低卡煤。那么随着现在整个一个三伏天以后的话，很多北方地区就是干枯期，所以对于整个高卡煤这块的库存会大量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整个煤炭需求的高峰期。另外大家从传统的历史来看，经过了秋季这个短暂的休整之后，接下去年底迎来第二波高峰就是取暖啊。那么欧洲我们之前说过的，欧洲有可能是最冷的寒冬，对欧洲来说，所以德国和法国已经重新启动煤电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煤电的需求年底又是一个高峰。那么我第二个我解释一下，最近大家很多被错杀煤炭被错杀的原因，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水电和火电的发电量，第二个就是长协补铅，就是在上周五的话，有两家企业，一个是三煤国际，还有一个是净控煤业，出现了长协补铅，两家企业马上是打到跌停板。那么长协补铅的话，最主要我觉得是影响的是谁呢，因为是之前我们都知道煤炭价格被封炒，主要是中间商封炒，大量的是囤积煤然后不出手，造成整个煤炭价格的大幅的上涨。所以长协协定那个签订以后，对于封炒煤价，因为我们都知道封炒煤价对于煤炭企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是按照什么，它按照出厂的坑口价来定，所以这样的长协协议签订之后的话，直接对应的就是坑口到港口的价格，就是完全是剔除了中间商，这样的话对于煤炭价格的长期稳定是非常有利的，也保证了接下去整个煤炭的这样一个供应和下方的需求直接的每年的保持稳定起来。所以大的一个可能性，大家如果看一家公司，就是上市20多年的长江的电力，长江电力到现在20年涨了30倍，那么如果说煤炭这一块的价格能够保持稳定，不经当中没有中间上的风炒的话，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整体煤炭的行业也可能走出类似长江电力的这样一个平稳的这个态势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煤炭需求的一个高峰的一个阶段的话，煤炭的我觉得从全球来看都是一个能源资源紧缺之下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啊。所以我觉得抓住煤炭的今年的高峰，而且是大家注意一下，煤炭是今年各大板块里边唯一穿越了今年3-4月份两波大跌的啊，它不像新能源短期风炒，但是我觉得细水长流能够跨越两次市场的扛住两次大跌的话，背后的逻辑我觉得是
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嗯，我确实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真的是要做到像就是他们这样深度的研究哈，就是我们不用每个方向都就是你都特别特别的深入，特别特别的专业啊，你就选适合你风格的，然后你听听他们给大家来就是每周跟踪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些具体的变化啊，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持有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啊。稍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当下的操作思路，有网友问到了说猪肉还能不能拿，稍后李琦琦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回应啊，就是看看哪些品种大家还可以去逢低关注，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不怀疑学会欣赏自己，专注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王哥，你快帮我看看为什么我换了股票还在亏呢？你呀，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是啊，投资股票啊，最忌讳乱投和道听途说了。 K 线形态这么纷繁复杂，但是啊，如果有一套简单易懂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当然了，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来领取这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强大的实战指标给你多维度提供短、中、长周期投资决策，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选股、择时、买卖，信号清晰，一目了然。这也太全面了吧，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啊，简单易上手，只需三步操作，既便捷又轻松。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立即领取这套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好，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让炒股更轻松，让投资遇见美好。九十年代收获是一份仪式感，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千禧年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后来收获是掌间的金融图标，信息很多，答案却很少。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上海整装推出夏日装修重磅福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上海整装。很多人都会觉得装修是件非常头疼的事，能找到一家好的装修公司真的能为您省去很多烦心的事。给您介绍一下上海整装是如何做到省心省时又省力的。没错，上海整装作为上海老牌装企巨通旗下第七代家装品牌，延续了巨通的高品质。上海整装今天也为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们带来了很多的福利和优惠。今天只要下定的客户，我们直接赠送32000元的家具抵用券。哇，那真的是很超值啊。那现在我们在样板间看到的这些家具，它都是送的吗？是的，餐桌、茶几、床等等，只要你选得中，我们都能随意赠送哦。炎炎夏日，装修也要劲爽清凉，只要现在拨打装修热线4000-338338或扫描二维码，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体验上海整装高品质好设计的高端品牌服务。王哥，我最近特别愁。怎么了？投资很不顺啊，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可愁死我了，你赶紧给我支支招啊。做投资啊，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跌了就马上割肉，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啊，都是有讲究的。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关键点位买卖法？是啊，这个方法就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你详细给我说说呗。这样啊，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你扫描一下就可以免费领一份关键点位买卖法。方法怎么用里面写的都很详细，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太好了，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嗯，这个资料啊挺抢手的，你赶紧去领啊。好，我马上就去。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掐指一算，今日要抛底，哎呦，你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能用真股神还是要靠学习和聆听。
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啊！2022年呢是进入到了下半场 ，A 股后市的投资主线在哪里呢？如何能够提前的抓住强势股呢？现在登录第一财经有看头家，报名年终重磅课程《决战强势股》，精华战法融合大师投资理念，手把手的教你跟踪主力做主线，决战强势股，系统知识巩固加实战演练，循序渐进的助你构建系统思维，随课还将享受四大礼包——强势股的交易手册。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家 APP， 报名参与年终课程，掘金下半年的投资机遇。有看头家，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着让我们请出黄伟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黄伟，你好。好的，主持人。那连续3天的调整啊，让很多投资者都认为当下的市场似乎又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持续调整的一个大的波段，大家对于市场的信心都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那其实我想说，这个时间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月初的时候啊，各个机构都开始密集的调研上市公司。原因很简单，6月份连续性的上涨之后呢，原先的一些啊高标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而这个时候整个赛道可能会有一个切换。进入到赛道切换的时候，你要买什么股票，从机构的维度去看，他们必须要先去调研，最终呢才能够决定如何下手。所以我们看到在最近啊，整个机构调研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气氛是比较的浓，而且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波调研之后，大概率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或者相当长的时间段会有一波啊非常有潜力的品种。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围绕机构调研这件事情和大家来分享它的意义以及它接下来机会的一个挖掘方向。我们先来看这只个股啊，它一季报大增了147%的一个业绩，而同时我们看到在3月份有420家机构调研，股价随后我们看到出现了30%以上的一个上涨，非常之强。那第二个高策股份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在连续下跌之后，在一季报业绩大增的前提下，股价下跌，反而出现了360家机构在这个时候出现调研，随后股价也自然是一马平川的把前高直接碾压过去。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机构调研在往往在调整的阶段会形成非常大的一个潜力。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当下机构资金的一个动向。在最近一个月啊，两市共有77家公司被机构上调目标价，上调的幅度呢都是超过了50%，其中啊有7家公司上调目标是翻倍了，而这当中只有2家公司上调目标是大于1.5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觉得两相一结合，是不是能够更简便的挖掘出其中潜在的一些机会呢？我们来看一下券商大幅上调目标价之前的一些经典案例。石英股份在上调目标价之后，股价是涨幅接近2倍，而攀钢钒钛也是在上调目标价之后，股价在最近突然出现上涨。当然这两个股票呢都是跟其题材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特别是攀钢钒钛最近的钒电池概念非常的强。但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说从机构的维度来说，似乎都有先知先觉的这样的一个啊意思在里面。所以啊，我们今天送出的名单就是机构大幅上调目标价的股票名单，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直接领取一下。这当中呢，首先我们找到机构近期大幅上调目标价的公司，其次呢中报业绩超预期，当然这前面这两个点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啊。那第三点就是股价目前是在一个相对的低位，而不是像刚才举例的这几个股票已经出现了大幅上涨了。再提示一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来领取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来看几个案例。第一个呢，中报自然是大幅预增，而同时也上调了目标涨幅，在138%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而目前我们整体看到估值很低，股价也没有出现大波段的上涨。案例二呢，属于中报业绩预增的一个行业或者是细分行业的龙头。
那近一周机构给出了涨幅在11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空间，目前估值也自然很低，重要的是股价呢同样也没有出现大幅的拉升，而且最近我们从下方的量能也看到，这个量能放量是放的比较的集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案例三啊，它的中报净利润是预增翻倍了，近一周机构给出的目标涨幅是达到87%，而且近期主力资金建仓非常的明显，下方圆弧底刚刚构筑完毕，而我们通过圆弧底的右侧阶段看到整个量能是出现了啊这个倍级的一个放大，放大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三个案例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代表性。那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我们今天给出的名单就是机构大幅上调目标价的个股名单，做一个综合的考量，希望大家在考量之后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参考。再提示一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来领取这样的一份名单。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对于机构这个维度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好的，主持人。好，接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明天可以申购新股，在交易时段呢，大家可以申购两只新股，分别是立新能源还有楚环科技。同时呢，明天也会有两只新股上市啊。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投票结果，还有多少风险需要释放？选 A 的46%，选 B 的54%啊，正好和昨天的调查相反，今天就是谨慎的比例更高一些。仓位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啊。今天减仓的比例略高一些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北向资金，今天呢全天都是一个流出的态势，42.5亿，沪股通净流出了15亿，深股通呢净流出是27亿。其实今天 A 股的分时跟北向资金的这个分时很类似啊。那么长安汽车和隆基绿能是净买入居前的，阳光电源和北方华创是净卖出居前的。这是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啊，已经开始连续下降了。好，最后说一说明天的操作，然后刚才有网友问到了猪肉啊，李琦琦给大家分析一下。猪肉其实我们近一个月来一直是预热的比较充分，然后这一个月其实收益也不错。那么讲一下基本面，其实猪肉目前来看就是整个六月龙头像牧原它的出栏量是有9%左右的下降，导致猪肉有一个加速的上涨。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生猪期货，目前生猪期货是连续新高的一个走势，如果大家看着生猪期货去做猪肉股，我认为是一个正向循环。目前来看就是在粮食价格比较高的前提下，我认为猪肉还具有持续上涨的一个动力。好，张玉磊说一下明天的操作吧。我觉得明天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反抽啊，那个只需要一个反抽，整个是技术级别啊，但是我觉得密切关注成交量啊，今天已经在万亿附近了，就看一下，就说这一次的这个一个反弹的话，能不能吸引外面的资金，对这个位置。稳经济，保主体，扩需求，保畅通，多措并举下，如何疏通产业链断点堵点，增强供应链韧性，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链？意见领袖，敬请关注。小心！哎呀，你看我这眼。